答应我鸡胸肉不要再水煮了，快让你的男朋友记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加入去腥三件套，煮熟后捞出。找对象帮个忙，撕成鸡丝。加入屏幕上的配菜和调料，抓拌均匀。黄瓜丝和胡萝卜丝可以很好的增加口感，让鸡胸肉没有那么柴。香辣可口的手撕鸡，快做给家里的人吃吧。